哎，刘志辉，你小子胆子真不小啊！骗了我的钱还敢来找我，哎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啊，姐夫，好久不见啊！简鸿成，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？这是我朋友，叫阿晨，在生意上的名字呢叫刘志辉。 我听说前段时间你跟他们公司签了个投资地产的合同，你占股5000万。我明白了，是你指使他骗我的钱，对吧？怎么叫骗呢？我这是拿回来。哎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啊？我告诉你，赶紧把钱还给我，要不然对你们不客气。怎么不客气啊？ 把他们俩摁住，把钱要回来。愣着干什么？上啊！对不起，老板，他给的薪水比你高多了。你连他们俩也收买了？来，坐着聊聊吧。来，姐夫，简鸿成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啊？跟我回去。